你这张很大嘛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是我去那个什么摄影网站上去找的哈。那你到滤镜这边摘取进来，不要跟自己眼睛过不去，先放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会比较好做。那我现在呢，假设我要从头这边开始做的话，先用这个笔刷去画。那我这笔刷就稍微太小了，我把它变大，还记得接入吧？对不对？好，像这种范围，你比较分不清楚的笔刷就可以大一点点，有没有？我就涂下去就好了，不要客气。嘿，这个就不要客气。可是这边就还好，对，这一块就还好。那我等一下再涂，我先涂这一块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你就把比较不容易分清楚的，你就是用笔刷把它刷上去。那么其他的都比较小，所以我笔刷再刷小一点。那我们刚刚讲过嘛，这根小草实在是不容易，哎 那所以我们就不要理它啦。哦，其他的像这种分得很清楚的是就内跟外，就画在中间，哦，就画在中间上，哎，画中间呐、啊，你不要全部画在外面，画在全部画在外面没有用啊，因为它真正计算的范围是在什么？是在那个部分嘛？对对对对，哦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这样还不太清楚的，你就稍微再放大，因为其实它像这个穿的这种毛衣啊，其实有时候也不是很好去啊，因为毛衣本身有没有，它就会像这样毛毛的啊，有时候会比较，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要去很多，就是不容易去哈，那看你没关系，反正这个你都要留着，你就留着。以我们现在这个 sample 来讲，因为那张图不是很大。所以这些细节要不要保留那么多就没有关系，因为小图其实根本就看不出来，这样了解意思哈。那我一直拿到最后，到最下面，到这边就好，不用再画过来，因为我们现在有画过去的有个有橡皮擦路掉的话，因为这样是不是就能够区分出内跟外了？好，那你再从这边画上来就好了，这样了解了哈。所以那个重点就在这边，因为如果你的能够区分得很清楚的。笔刷就是要小一点，这样是不 OK 的？好，所以我点两下，我们看一下，哎，这样就有封闭了。所以好了之后，是不是到油漆桶？油漆桶到里面表示什么？里面是要的，哎，就先预示一下，跟他说拜拜一下。啊，这里如果你觉得，看一下，好像去太多了，对不对？你再把它刷回来，用哪一个？不是用这个喽，你已经预示完，就不用这个，是要用这边。哎，要用这个工具。那你现在预设的话，它是变擦掉。那我现在让它回来，是按 Alt。这样 OK 吗？好，慢慢让它回来。没问题，下好离手，对吧？哎，没有会的，对吧？哦，你按确定了。那么回到这边来，这一张先裁切一下，上面没有了嘛？我们先把它裁切一下哈，用裁切工具把你要的范围裁切下来，打个勾。可是这一张还是蛮大的，所以你原则上记得哈，你不要到非曲面再缩放，这样子其实档案不会变比较小。假设你那边要用500×500，你就不要用2000过去。因为你要缩放，档案就会变大。好，所以我们会先在外面先处理好影像尺寸有没有？好，影像里面影像尺寸，像这样这360，其实我们大概只用到可能200都太多了啦，200都没那么多。好，我把它确定，确定好了，我先等你哈，等一下我们再把它输出，因为我们要把它变为网页用，要透过这里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它存成网页用。那这个存成网页用，我们要带这个透明度过去，所以你要到这边来哈。JPG 有没有看到？能不能设那个什么？设透明？不行。你看我虽然是透明，但是出去是变白色的。那我们来看 GIF，好，可以设透明，可是很抱歉，它因为最多只有256色嘛，而且设透明只能一个颜色，所以它在这种边缘的地方处理起来就你有发现白白的。
因为这不是透明的，不，这不是白色，而是什么？就这边是半透明的，哎，了解哈。所以你看，有些人的图片他会怎么样？有些 GIF 冰箱的按 key 卡，尤其你有那个网页上有那个背景颜色之后就不好看。所以我们再来看 PNG，我没有24的，24才会有哈，八是一样2564嘛，二的8次方，哦，我们用 PNG 24，你注意一下这里有没有不一样？就是差在这里，嘿，因为这个地方透明，你有勾起来的，它就可以带 Alpha Channel 出去。那我这样按储存，就可以把这个存出去了。当然有带 Alpha Channel，档案会大一点点，啊，档案会大一点，这是一定的哈。那现在的话，我就把它存到我自己的电脑这边来咯。好，那因为我用中文名字，暂时还没关系啊。反正我们在 Flash 里面用中文，暂时还没关系。这样就出去了。好，所以我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多一个，这样99K，OK 了哈。好，画面还给你。现在我们就要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那你看这个女生，她做的动作就从外面进来，就停在那边嘛，然后就没事啦。剩下的就是字而已啊。所以我们来看看哦，我来开一个新的，这个我就不要了哈。我开一个新的，好，不用存。那在左下角这边是有放大镜，一样可以用哈。如果说有时候你比较大、比较小，可以稍微调整一下。你点这个100%，这个就是真实的尺寸，出去是这样。那我现在不要那么大，我到这边来。电影有没有？电影这边，我如果只要100的话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现在背景颜色不一样哦。有没有发现我刚刚背景颜色不是白色的？没有人规定一定要白色的哦，所以右上角这边就可以选。只是背景颜色，很抱歉没有办法设渐层，都是单色的哦，都是纯色的。好，设好之后，我图是不是要叫进来了？我就来这边，一样按着它丢进来就好了。有没有不一样？有去背跟没去背就差在这边哈、哦。如果你是刚刚那个，你变成 GIF，我这边稍微做一个给你看一下。如果你变 GIF，虽然你有去背，就是会白白的。GIF 好，存档。OK，我现在回到这边来，多了一个，一样，它是有去背的效果，可是效果就差很多。我差不，这像从雪地回来的。嗯。好了哈，就是边缘啦，里面内容因为这个还好，所以还不会差太。那一样，我先把大小先说到释放的。其实事实上，我们应该刚是再缩小一点会更好哈，这样档案就更小。那你不要站这样，可以吗？一定要站下面一点的哈，不然就穿帮了。好，从这边进来之后要移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刚才没有学过移动，从这边移动，好。这个时候都没有红色的，有没有发现？点到上面一下，有没有变红色的？这里哈，所以刚刚大家问题都在这边嘛。现在变红色表示 on air，在录影中。所以你一移动，是不是路径就跑出来了？如果不是在红色状态下，就只是在调整它最原始的位置而已。我就让它进来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换你喽。所以我们来看，就是说这个字怎么样由大变小，你看一下。这个的话，我看我没有准备文字啊，没有，好，所以你到这边来，先把字打进去哈，点到这边，那我字打好，我们就加一个，那个好像是子弹还是什么吧，好像还是，反正我绝对不是用完美的到达那样，啊，其实哪一个那个没有差啦哈。哎呀，好，我现在做好了，我们先测试看看。进来，因为我是打在比较后面，所以它是就比较后面才出现，这样可以哈。好，那你现在这个做好之后，你看到到这边，那我们来看，本来我现在是把它缩上来，所以我回到这边来，你就直接缩放就好了，OK 吗？缩小，但是直接移动。等于我是不是在最后这个点？我本来是加的特效嘛，
那我现在时间轴移到这里，是不是这里亮起来了，变红色？是不是跟刚刚我们做移动意思一样？所以你现在再看一次，有没有上去？好，那如果说了哈，如果说你，因为我现在是等于边动边缩小嘛，如果你要动完再缩小嘞，做两个，做两次，了解意思吗？做两次就是说，你如果不要，我现在等于是，我再回来，本来是这样对不对？那我加了效果之后，我刚刚是用这个。好，我在后面再加一个什么缩放可以吧？了解意思了吗？等于说我前面那个动作做完，我再缩小。好，你可以把它分开来，但是这样太小了。拉上来，我把它放大一点哈。好，如果你这样不好放大，没关系，这边直接点两下，咚咚。糟糕。这个缩小来显示更多选项，缩小它把我变成多少了？路径，等一下，比例，在哪哦？好，我先看一下，好，我先确认一下哈，来，这个地方哈，我们就直接用，我们不要用它缩小，因为刚刚这样。缩小没有那个，我直接加上移动就好了。好，在它后面加移动，我就先缩小，然后呢，再拉到我要的位置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也是一样好，所以我们播放看看。这个做完，子弹出来，做完了，有没有收上去？可以了哈。好，那我画面就先还给你喽。